这个可以，这个可以，我觉得这做的是非常的优秀啊，真的，真的非常的优秀。我说，这神作了，我跟你讲，这模组绝对神作了。不要问我怎么判断的，好不好？我用我的第六感认为它是神作。我说它是神作，它就是神作，好不好？Hello，各位兄弟们，大家欢迎来到方舟生存进化，我是老头奥特曼，我们好久没有回来方舟生存进化啦！大家一直不断的催不知道在催什么，催欧阿贵还是催什么之类的好啦，终于拍方舟了，你们爽了没？打钢底在催方舟到底是有多好看啊？其实我也不是很了解啦。所以说呢，老头呢，就很努力的呢，去了工作坊里面终于找到了一些模组，拼拼凑凑，勉勉强强可以开一个新的系列啦，好不好？勉勉强强开一个新的系列啦，好不好？我们这个系列呢，叫做普里亚神话模组这个其实这个模组早期老头就有拿来玩过了，不过呢，那是先前早期的版本那个先前早期的版本的话呢，我是觉得就是算是测试版。那这一次终于出了类似有点类似像正式版本的，然后出现的东西变得非常的多各位看见了没有？后面那只树人没有错多了一只树人，没有啦，多了很多很多很多东西这些东西呢，今天老头呢就是要稍微去探索一下。然后呢，这是白痴老鹰你不要在那边熬没来，你就坐乖乖的给我坐在这里。我说这里你就给我过来这里，听到了没有？不用耍霸气，好不好？反正呢，这个模组就是多了很多新的生物啦。待会我们出去探索的话，应该是看到大概各种科幻生物都出现了吧，好不好？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老头还装了一个，还装了一个什么东西啊？老头还装了一个高级飞龙模组。其实老头很早就想要玩看看了，因为这个高级飞龙模组有观众跟我说，这个模组呢，它最起应该是说它可以让飞龙有很多动作，也可以在水里游泳，然后呢，也可以做很多其他事情。我是不清楚啦，不过已经装啦，已经在这里面啦，有它的鞍跟它的护甲反正到时候呢有遇到就抓看看。那这个是神，这个是普里亚神话，是普里亚吗？应该是普里亚，普里亚神话模组里面的工作台里面多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但是呢，老头暂时还是一知半解，所以说就不赘述了。不过呢，这个看起来应该是召唤类型的一个资料夹，里面各种召唤生物，然后要的材料又是八面玲珑，又是非常夸张的材料，我看了都头晕了。好不好？这也是召唤的啦，这也是召唤系的然后这些召唤系的好像都会有时间限制所以说就是到时候召唤出来玩一下吧。这是安大概是这个样子，好吧？那么稍微讲解完毕了你们还有什么东西没看该看的都给你们看过了吧？总而言之就这样子。武器我好像没看过我看一下武器。这个我看过了就一把鱼叉枪吧然后一堆各种不同类型的武器。火焰箭矢地之箭矢然后这什么我们摘虾米箭矢、水晶箭矢反正全部都是箭矢然后之后呢，这些身上这些看起来英文字的东西有没有？这都是从新生物身上获得的。然后这个树人一直震一直震，有点烦说真的，怎么办？我们家有树人入侵，我是把我们这个攻击点高一下好了。感觉会比较好打，好，你们看到前面一团火球，那是新生物，不用讲了。我先把这树人打死好了，树人好像不能驯服的样子上一次进来的时候有试过了，麻醉枪射不晕。然后我看一下它是写雌性，它并没有讲野生，所以说照理来讲应该是无法驯服好不好？不然这样好了，你们想看他到底长什么样子我直接强训他好了，好不好？不要说我对你们不好看来不能驯服的东西是用强训的。入手，入手，入手了。我已经完全变成树人了。哇，直接站他头上哎呦，这树人的脸。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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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卡锁，避卡锁。也太大只，走路太慢啦。左键。左键是一次挥两下，右键，C 键什么功能？C 键是踩，
太慢啦！你不能点移动速度，你快开玩笑，死定了！这只能当装饰品了啦。好，那边有一只。哎，那是谁啊？这家伙是哪来的、啊？等一下，这个好好笑、啊。等一下，两只在打，在练气功吗？哎，我来练武功。哇，哥布林哎、欸！哇，来 kill 一种。可恶，我想抓哥布林，怎么抓？把他射晕吗？哦，射不，欸、有啊，晕了晕了。哈哈哈！哎，等一下，这个要怎么抓、啊？我们来养一只哥布林好不好？刚才超好笑这个脸。哈哈哈！哎呀，我看他刚才射那个，他刚刚射那只富杰龙，完全没任何反应哎、欸。哎、欸，完蛋了。他不能用晕眩的驯服啊！哇，感觉他好像是要靠近驯服哎、欸，而且我不知道他吃什么，说实在的，完蛋了，你就这样倒了，哥布林，算了，我觉得就他迟早会起来的嘛，我们就不要杀害他了，好不好？等他起来，我们再抓他，我们再想办法，搞不好吃熟肉或大腿肉也说不定。好，我要去打前面那一只富杰龙。你搞我过来，让我打打啊！耶啊！好，死了。好，结束，我们要回去了。这个看起来像魔界里面的树人，搞不好里面有很多恐龙都参考魔界，说不定的嘛。好，我们就直接把它放在这里放生。来来来来来，我们呢接下来呢啊，准备要去探索了。啊，我们刚刚看到右边有一只红红的，那是什么东西？啊、其实我蛮好奇的，我们看看啊，生物真的还蛮多的、欸。半人马，哎呦，半人马哎、欸，不错哦，而且是野生的，貌似可以抓，可是他们全部聚集在一起，我有点难对付啊。哇，那边有一只哎、欸。哇，这个害鸟怎么长得这么特别啊？也是可以抓的害鸟、欸，哎，酷哦！他们全部揪在一起，我没办法做驯服的动作啊。哎、欸，这边好多、哦、，Hello， 一个人吗？你们会不会攻击我啊？应该是不会吧？我、哦、把他们打死了。哇，拿到一堆奇怪的肉、欸，哎。啊，我没有做传送门哎、欸，啊，算了，下一集再做好了。嗨，你们好，进来好吗？嘿嘿嘿嘿，这样就抓到了，也太容易了吧！哎，放尊重点，放尊重点，完了，他要死了，你给我放尊重点啊！谁啊？驯服。哇，把我的马给刺死了！哦，我不能驯服他。右键放食物，有啊，我放大腿肉啊。难道你不吃这个？你们的口味都不一样哦。生肉，嗯，你不吃生肉？啊，你到底吃什么？可以吃牛排。嗯？哎、欸，他每一次吃的都不一样，是不是？难道你这次是吃素？啊、哦，我没有果实，黑果你吃不吃？我去挖一下，给你吃果实，看我对你多好。他把我的那只弄死了，烦呢、欸。嗨，你好，欸、果然呢、欸，哦，奇母的，哦，这个我可以，行，妹子，外表也不错啊，嗯，可以。可恶，你的毛长得不是很好哦，我觉得你的毛。你这个毛呢，往上长得很失礼，好不好？拜托，长得正常一点好吗？骑在后面啦，等一下，啊、快点啊，点一下负重啊！完了，我身上东西太多了，有没有那种经验瓶让他喝一下之类的、啊，获得经验瓶之类的？好像没有哎、欸，啊，怎么办？哇，好帅啊，可以这样骑耶、欸！我好像变态大叔坐在后面，嘿嘿嘿嘿，有没有？哇，那是什么东西？我看到了不得了的东西啊！下面有一只不得了的，哇，这边是啊，各种珍奇异兽啊，那应该是奇美拉，有没有？我看见奇美拉了。我记得我们早期的时候好像也有奇美拉的样子啊。
哎，完蛋了，我忘记做传送门了。只要把他们带回家，其实有点麻烦哎、欸。忘记了，有点小尴尬啊！快点，先把那只马爸带回家好了。你等下去找那只奇美拉。而且你现在要我做传送门，我现在也没有传送门的材料啊，身上一点传送门的材料都没有啊，水晶没有，水泥没有，聚合物没有，哦，金属锭，好，我好像有，可是不够，好吧，就先这样子好了，来。我可以上来了嘛？哦耶 ！I don't have a 弓啥？唔知射。他说不能使用左键，为什么？是要给他装备剑矢吗？你要怎么跟我讲说这个游戏需要装备剑矢给他？好像是真的哦。那个工作台里面不是有那个剑矢吗？我觉得好像是真的哦。等一下，我们捡一下石头。哎、欸，卡住我了！啊，你跟我两人躲在石头缝旁边干什么啊？啊！不要跟我这样子乱来，好不好？男女授受不亲，完蛋了！我现在没有材料拿来打碎石啊，想办法做。哎、欸，那边有一树丛，哎、欸，我们打自己会不会有树啊？不会，想太多了。有了。最基础的先弄一下好了，不管了。来这边，我敲，我们给他一般的箭矢好不好？你就看看他会不会被这个射出去啊？一般的箭矢在这里。来做个做七只给你啊。哎、欸、啊，我们那只那家伙，哎、欸、那个哥布林还在晕，拿去。给你，有没有作用？哎呦喂，呜！啊，右键是什么？放魔法，哗嚓，哗！哼、嗯，哦，这个可以，这个可以，我觉得这个做的是非常的优秀啊，真的非常的优秀。我说，是神作了，我跟你讲，这模组绝对神作了，不要问我怎么判断的，好不好？我用我的第六感认为它是神作。我说他是神作，他就是神作，好不好？好不好？他右键可能是需要带魔法才可以使用的啦，啊，感觉会施展什么魔法之类的。哦，啊，没有体力了，被我抄到没体力了，拉回一下好了。他真的会可以装弓箭，他会射哎、欸。那到时候我给他黑魔法，他是不是会放魔法？哦，因为这个游戏有黑魔法啦，好不好？可是他不是没有瞄准啊！我到底要怎么攻击 ？No， 我射不到他。我在射什么八点的、哦？够了，去武器走。啊，算了，好烂的半兽人哦，哎、欸，不是，好烂的半人马、哦，虽然身材不错啦，可以神作。好，我们走，我们继续找啦。让我下去。好，我们刚刚看到奇美拉，好不好？我们去抓一下奇美拉好了。好，我们真的去抓奇美拉，不管了。不知道怎么抓啊？我觉得这家伙一定是吃肉的啦。好，还是那个害鸟，顺便也抓一下好了。对啊，反正那个害鸟也不错啊。啊，移动速度应该是蛮快的。啊，哎呀，这是什么很恶心的鬼东西？甲虫啊？这个不是那个吗？这家伙，他不是死神国王的幼虫吗？没关系，我们都先把他射晕再说。这家伙都先射晕，看以后怎么抓就知道了。好，我知道了，他不是这样抓的，我先走了。嗯，他怎么没有来？哎，他没有来哎。我们先放个大腿熟肉。看一下这家伙，去哪啦、啊？被我开一枪就吓跑了，是不是？原来那家伙这么怕生哦，那边还有一只飞龙。我的天啊，我们今天这一集应该抓不完了。野生的可以啊，这个我知道怎么抓，可
可是我们要有那个饲料，那个饲料我们没有做啊。那个饲料在工作台里面，他专门吃那个饲料才能抓的，这个有点没办法。好吧，哇，这边还有人呢。我们今天是来当，现在是来参观的，是不是？野生的人，哇，那个是，这是天堂的王子，是不是？吃羊熟肉，我靠近他会被他烤死吧？我觉得是比较好的。那我们奇美拉不见了，我们今天要抓奇美拉，奇美拉去哪里了？哇，这个落在地上，好屌啊！哇，这边超多的。那带个火焰是怎么回事？这是里面最大，那是里面老大吗？等级最高，42级，里面老大。算了，我放弃了。我们找一些绕单的好不好？那边东西太，那边敌人太多了，我们这都可以慢慢来啦，不急好不好？好，不要那边看到说抓抓抓抓抓啊！你要看时机点啊！现在这个时机哪适合抓啊？你看数量也太多了吧？啊，数量也太多了吧？哦，原来什么东西火焰蜥蜴啊！哇，那个是怎样爆人？哎，好帅哦！这又是什么啦？啊，这个模组实在太屌啦！这个模组，我不是我要抢啊！这个模组到底在玩什么啊？哎，前面那一只应该是高级飞龙吧？我装了新装模组的高级飞龙，我看一下。哎，好像是哎。这个是海龙，这是海龙，海龙，哇，好帅哦！高级飞龙的其中一只哎，海龙哎，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哎，啊，这边有人有哥布林的，我把他弄死了，有点可惜啊。来来来，别走。你是我的那只海龙，待会再说。我们今天抓多一点好了，来吃这个。哦，吃哦。哦耶，起来了。哦，好酷哦。双头龙。可是我现在身上还蛮重的哎。到底是什么东西很重啊？啊，珍珠是不是？我们把珍珠给那只老鹰好了啦。每次都是因为珍珠太重，好，可以，这样我们就可以动了吧？来来开看看 ，Oh yeah, baby， 右键好像若有若无的感觉，飞起来了。C键是干嘛啊 ？C 键没功能啊 ，C 键是怒吼而已。哎，不要咬我们家的东西！这小王八蛋，干什么东西？干什么东西？不要欺负我们家的施救兽啊，否则让你死得难看啊！啊，这是我们家，这是新的，叫什么双头龙还是双头狗啊？太屌了吧！来来，这飞龙顺便啊，我们远远射，把这飞龙带走，看他吃什么，忘记了。有中奖，来来来来来，带这只飞龙回家。哇、哦，下大雨了，打雷了！我触怒了众神，非常的愤怒啊！啊，一个就抓起来了，这个应该需要安啦、啊。哎、欸，不需要安呢、欸。哇哦！我是海蛇王，那我在水里应该非常的优啊！啊，喷水、欸，这应该是只能靠模组才会有的东西啊！我先说啊，你没有模组，你没办法出现这个生物啊！啊，这什么东西？小小素人 baby 版本，原来你们是要这样抓的、啊，你们不能抓成年体，无法抓成年体，可以抓婴儿版本的。但是我不知道你吃什么啊！说真的，算了，我们先不管了，好不好？我说真的，那个素人之后再说。啊，如果你们知道素人怎么抓，啊，也是在下方留言告诉我。我现在想要回家了，因为我们现在没有传送门，要带回去很花时间啊。
走走走走走，我有点迷路了，应该是往这边走吧，没有错吧？好像是哈。来，全部都给我过来。这次可以点移动速度吗？可以，神作。好，我们先回家了。今天的大丰收啊，那边还有一只蛇女，看得很不爽。来来来来来来，回家回家回家。我那边有一颗黄色的蛋，是什么蛋啊？啊，我们有一只脱队啦！哎呀，居然脱队了！来来来，我们骑这只回去找他，我们一把他带回来，他已经在路上被受到攻击了。啊，没有，他卡在树上了，啊，笨死了，给我过来哦，走回家。哇，充满神奇的大陆。OK， 非常好。来来来来来，到了。好啦，我们今天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哈。我们今天抓了非常多的东西啊，那这是一个新的系列啊。那个如果喜欢这个系列一样，记得啊按个赞啊，右下角哎、是左下角吧，右下角有一个喜欢，给它按下去。那、以及把影片分享出去，或按个订阅，或者在下方留言。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我是老头，我们这个连载下一集还会再出现的，你们放心。好，我们下集再见。